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吃点什么好呢？李力哥哥说，再打不过我要调2000分了。哎呀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再给不给人玩呀？这总比的表现时间。啊，只要你有属性不干啊就可以啊。因为平雷对，吓死我！有冰属性抗，有冰抗吗？看那可以看的是，你看到没？选的吗？不是有那个查看详情啊？北七哦，会不会有他有够我。打打打打爆打爆！没有我的事啊，没有我的事。大家都很客气哦，都给我3000多分的，因为4000分打不过。潘多拉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，这是默认来着。默认的吗？潘大姐的备注很可爱哦，干与我婆边跟我抢，然后那个谁啊？有力的什么游戏体验极差，然后永远都是31天前最后登录。OK， 但是流量比较难刷、啊，如果真的是脸黑的话，就去打冰涛了。应该赶上。这里需要帮忙。小技。哎、欸，怎么回事？他挑什么？什么情况？妈妈，我直接死了。他连击的问题很大。哎、欸，这是 bug 哎、欸。还有人倒了没？什么？突然间来开人了？他发白了，这是发白了。哦。他只会攀的了，他只会攀的了，然后又攀了。但这都很容易过啊。看到没？哇，我还中攀。怎么那么多爆啊？怎么多人那么多那么有趣啊？还要做什么？魔方，魔方。这个爆太好笑了吧？在搞笑。啊，我们很厉害哦。会回血啊？都不回血啊！够多 bubble， 没有，应该是我觉得是累，很难闪啊！我都不懂那个针从哪里来啊！打他两下就闪啊！啊、龙卷风喽，各位起飞喽！哎、欸，到我的时候一上气就什么？这很挤耶、欸！哎，兄弟，龙卷风还好啦。你升17D的时候，你跟我讲还好。那个沙门的，啊，你不可以咩？没输出咩？可以，怕射不准，射不准啊！有这么夸张吗？很大力耶，那个，那个龙卷风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飞比他高？为什么飞这样矮？为什么你飞比我还要高？你中啊！还可以替你。哎呦！中什么情况？主播被太多炸弹了。炸弹被太太多了吗？哎，怎么龙卷风很会耗时间，这次真的是耗时间王哎。还有小帮忙。哦哦。被两个龙卷风撞到。失败了。耶、yeah ！躺赢啊，懂什么？
三三三。一群疯婆子！哇，你看我翘臀翘的多美！没有，放酒的、啊，酒哎、欸！技不如人吧？交给我吧，这个交给我闪。看不到哎、欸，哦，不是射娃，不是射娃，也不是射娃，还是技不如人吗？同一天死两次，好倒霉啊！哇，有香菱那个大招，爽爽。香菱就是香啦，下路攻击，你给你龙卷风啊！哎，中啊！要刀我、啊，死掉还是？没有没有，我看他这上来龙卷风，斩尽无法。哎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这什么棒？我一看到你在开大招，结果他又出龙卷风，别眨眼，结果成功击杀这细菌。大招百用，对啊，打空气耶，超神奇的。哎哎哎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是隐形。哎，我可以自己飞起来吗？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东河，我来拯救你们了。我可以飞起来，我忘记了。哎呦，太紧张了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哇，大哥哎、欸，大神，大神一个人打完，看到没有？放火烧山，可莉完蛋。哇，又来了。客卿，客卿放上面，客卿不是，数年第一招放弃天空，时机不对，不讲武德，应该纯自纯的无相之风，不讲武德，肮脏的无相之风，看你还有机会不讲武德吗？没有机会了，同学。还有哎，他会多一次伤害哎，哦是哦，完蛋。不能受外面风吧。我先在上面，可以不可以？在上面。可是那风会不见天呢。全部在上面飘下来。这个我看到你掉进去洞里面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 ，Yes， 来呀、啊！真的是很贱呢。怎么可以这样子的这游戏？超狗哎、欸！发呆啊，叫你发呆啊！你在烧？直接超倒哎！没有用！no no no no！妈妈妈，好可怕哦！这个游戏。哇！略感疲惫。哇！一撞我就死了哎、欸。双火就稳了。嗯，刚刚不知道，不会打。第一次打冰本。干预之前完全没有练兵的角色，
好吧，结束了今天直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